我而家就会自己去 create 自己个 brand 啦，即系一个 beauty brand 啦。因为可能我呢八年里面我都好了解呢个行业啦，亦都有自己嘅心得，咁所以我想真系分享自己最真实嘅心得俾大家，同埋想做一啲真系觉得好有效嘅 product 俾大家咯。咁你呢个投资咗几多钱？六位数字咯。即係因為我想轉型啊嘛，因為我都覺得接唔到咁耐啦 ，KOL 都做唔到咁耐啦嘅時候，我會捨得去放低一啲以前叫做 comfort zone 咯，即係以前好穩陣噶嘛，每個月都有咁嘅數字。我目標啊，目標係做上市公司嘅主席，覺得型嘅呢件事。細個應該型啊，即係我夢想係。上市公司主席，我冇谂过嫁个有钱人咪冇啊冇啊吓，嗰啲通常都又要取舍嘅，即系好多嘢都系取舍嘅，即系你嫁个有钱人咧，有机会就唔系你所想嘅幸福咯，系咯，即系自己女王嘅感觉。咁我中意就同你一齐，唔中意同唔同你一齐咁样。